Hello， 大家好。Jacky 你好啊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今年Toy Show啲門券先啦？暫時。好啊，其實咧，我哋每年 Toy Show 咧都會有個叫 Free Day Pass 嘅嘢嘅。咁 Free Day Pass 咩回事呢？就是、你攞住呢張證咧，你有三日多入嚟 Toy Show 嘅現場嘅。咁我哋上年咧就係納布布啦，咁今年係邊個呢？就係 Molly 啦。咁大家都見到嘅，頭先咧有三個顏色嘅，一個咧就係黑色啦，一個就係白色，一個咧就係綠色，好似汽水樽嘅透明顏色嘅。咁一路我哋出咗之後 ，post 咧就喺度，哇！幾時賣啊？點樣賣啊？喺邊度賣啊？好啦，咁而家公布俾大家聽啦。在12月1号、2号和8号，我们在旺角这个新的商场 TOP 在这里呢就做这个首买的活动的1号、2号和8号。那呢我们首先呢1号呢就会买这只黑色的，那呢2号呢就会买刚才大家看到的白色的，好了，叮叮2号跟着呢到8号呢就买这一只了。這個呢其實呢隻 Molly 呢是一個新做的，成個新模來做的，為了今次 Toy Show 見不見到有個 Toy Show 的 logo 先 OK， 那前面呢另翻過來呢 Pass 也都是一個告訴大家這個是一個入場的證來的 Free Day Pass。 時間呢我們再會在我們的 Facebook 度公佈啦，再留意啦，但可以話定個日子給大家聽的，就是剛才是個1號、2號和8號的，記得啦，拎住呢張嘢咧，可以三日就入到嚟我哋Toy Show啦。價錢係幾多咧？1100蚊。睇住啦，你想要邊只咧？就睇翻個時間啦。第一日就賣黑色，跟住咧就白色，第三日咧就賣綠色。OK， 咁咧呢段時候咧，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旺角啦，呢個 Top 呢個商場啦，睇咗我哋擺出嚟嘅唔同嘅 showcase 啦。同埋今年最特別咧，我哋做咗11隻大嘅公仔出嚟，人咁大嘅，喺呢個成個商場唔同地方咧嚟俾大家睇嘅。咁啊，由今日開始已經可以嚟到呢個商場嚟做呢個預演嘅啦。咁啊，做定功課，想睇下今年Toy Show有咩賣咧，就快啲好快一步嚟啦。記得今年Toy Show係12月14到16號，一樣喺九展，到時約定你，遲啲見。